假设其实他遇到一些状况，会用什么台语跟人家对话？要求西人骨头，你是别看你啊！休等我啦！冲啥小朋友，你为何在这儿？冲啥朋友，小朋友为什么在这儿？看起来有点严重，有点为难，为难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李豆慧。哇，这个今天穿非常漂亮。你也帅。谢谢。还是你只会什么？都会来台湾已经一年多了。对。所以中文，我们待会都讲中文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中文真的进步好多。哎呦，那我们首先呢，要来颁发的是运动健身奖。嗯。那我觉得这个奖由我们两个来颁，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。因为大家可以看到，多慧就绝对会想到这个运动嘛，想到职业啦啦队啊，然后想到热血、青春、快乐。对，但是为什么你跟我一起颁？啊，你不知道？这很明显啊！你知道去年的运动健身奖的得主是谁？我知道，皮塔哥哥。对，皮塔哥哥。那我。跟皮塔哥哥之间有什么关联性？我们都会那个啊，都会那个。连帅。你有看新闻？这个可以秀吗？不行，不行，我们都会一起重训，我们都会一起重训。对对对。我不知道，听不懂。那接下来呢？回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颁发的是说走就走奖。嗯，多慧，你知道什么叫做说走就走吗？我也有。你也有。我去年的时候收到 IG 的小盒子信息，以后马上来台湾工作。啊？怎么样？收到私信就来台湾了。Yeah。这不是梦中才有的情节吗？但是现在我可以说跳就跳。你可以说跳就跳。对。来，有这段吗？没有音乐啊。啊，老师，音乐开始。你呢？谢谢。可以。哦，这个笔画有点多，都会看得懂吗？我在教他说中文，说中文。好，恭喜空空中老师。